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子豪，然后我现在在中国秦皇岛，过两天呢要去参加亚洲超星团了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行李，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出发的时候带的是哪些东西。这边呢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还有训练会穿到的衣服，然后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，但是可以着重介绍一下这个，这是一个坠友头套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也是一个坠友头套，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个是作为一个 rapper 必须拥有的时尚单品，勾芡盒，全部身家 VBS， 然后这些是赖以生存的工作的吃饭的家伙事，耳机，这个是麦克风，哎不对，声卡，雅马哈的声卡，然后还有麦克风，铁三角的麦克风，还有我们的设备，这一半边占了我半个行李箱的全都是我的工作设备，然后我们打算继续去到亚洲超星团之后继续认识一些更多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音乐，做出更好的音乐，然后这些呢就是我大概的所有行李了，然后非常期待可以在亚洲超星团见到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亚洲超星团，谢谢。